布朗先生，那你代理搭档十零年，老早子杨平贵先生的手笔里的长篇台词《大红斑》，谁让你一来回忆一下，你到当年老子一张嘴巴感想？60年进荷官，62年跟师我就跟个杨平贵。杨平贵呢是个新人官，叫60出头仔。那么头里向呢有个抢救了，你在努力个事先要抢下来。所以我62年我就跟先生，和大红白，文革又恢复上品，我又开始得余三平诗大红白。说至大红白，说了以后再讲我说杨乃武呢，所以我一面说大红白，一面把杨乃武，实际就是讲有些来做得。杨乃武生了，杨振宇了是在那病中啊，鸡汤讲要大红包要救下来，大红包是蛮好一部戏。台词当中艺术蛮长的，他甚至他那啥当时辰光才是第一批的台词书目传下来的，艺术蛮长。但是现在的人越说越少，越说越少。搿了我辣辣想，现在辣辣身体虚枯的情况下头，是不是能够拿搿部戏？比较完整的能够保留下来。上海平台头个沈凌丽也一级演员，那么丽也嘛蛮这个蛮热情，蛮配合。那么搿部戏呢，的确是不大容易写个。歌曲叫《乌托斯》，哎，《乌托斯》。样样角色侪有个，故事侪有。啊，寻自家个力吧，寻自家个力嘛，侬搿部戏保留下来，那也算对得起先生。咁么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大红斑》戏为《怒棒两首》。受难人最要死。看见大人送到自家手里向来，来得开心，那么可以上诉申冤。不过，不要请海红姨太要帮帮忙。那么看见海红姨太要吃喝之饭到手上浪向来，两家头来讲账，那么蛮好。所以带利息，这大多数啊，实在担不起啊。你搿只手啊，手最不能记载，啊，只能虚实关上我在。那么海红也要跳起来的了。接手的辰光讲得蛮好，你的手足呀，虽然是这样差不多的，让我得你讲吧。哥哥，多少啊？这是哈？你搿只手，因为风脚搿个地方不太平的。哦。哎，手足外头还是有个地方叫风脚的。对过。搿个地方啦，最近从天津开得了一帮粮船。那帮粮船抽得了30几只船的了，哦，那么河当中一停，两旁边绳索背后跳板一过嘛，搿条丝路交通阻塞。啊，是巧啊！非得是讲，而且我要靠住江里呀。哎，你哪晓得呢？我哪晓得？哎，我亲身经历过的呀，都是啊，讲不难听的。哎，你晓得搿只船啥人？哎，啥人讲？搿只船不是我的呀。哦，我过去一个东家，姓宋，叫宋龙，乡头郎中先生本事大得来不得了，把名气响得来呱啦啦，加上呢读书哎，记得去年正清明年。我也只想入门进长门，也打风景们也发过，两手顶得来迷人人，有道风有九女子催命者呀，哎，还有苏州省里向有个人生疾病，那么晓得你东家有本事的，哎，派人李亚请你东家到苏州去带你看疾病，哎，那么多少呢？就想呀，救病是救好啊，关键我主要是啊，你快点要到苏州去带人家看疾病去，那么我们拼命要，哦，这个有道风就没有福工资呀，哦，哎，两手顶得来明明人人呀。而且一个外国郎向一面行王旗上的四个都是凤姿云亮，哎，老百姓看见凤姿云亮就吓走。啊，你东家是蛮灵得清，哎，主要是啊，也不过就是啊，识相的该打开耳包，你还是得知我郎向戒指到苏州去，哎，累不你走呀？哎妈，对面两座郎向的四岁与手里向才有蛮长的竹钩子呀。都是努力的小如大鬼了嘛，盲中两人方向突过去呀，哎，今天做个子鬼了你个手一摸。
气，帮也不成帮。是的红师傅进书舱门，是不是帮也分吧？一级进士的，哎，你读这个名堂叫格士榜，这格士的不是格士榜官，就叫科子光呀。哎，说到两面，说到只是两把刀，要别人子五百两，实在有几十分清。那么你东家要等到讲道理呀？分堂嘛，手啊分铺嘛，那两面晓得两百。哎，对吧？规则里都拿出来扣个甩他个面。扣住讲呀！哎，马上一张片子拿出来，叫奴女送到至五院衙门去呀！奴女送到衙门里，只有立刻把堂审。很少规则只有规出来评评理。自由部出来都是难晓得点啥哦，这个自由大了呀，还是天津人，得里都同乡呀，初土客，口子竹杠，三七插掌，大家分个，真的，你东家到这堂面浪向，要想开口闭，都是个老妖进堂门一拍，王八蛋，咦，这是老爷的公堂。老百姓不许开口，那你啥种代理的？哎，就发他银子500两，一等杯子打得稳登登，还一回进北王门。啊，上次你要把爷爷跪地打，是啥子？这个名堂叫三仙堂。哦，这么原来呢？三样才吃钱子。哎哎哎。那么你个东家气是气的嘞，眼睛气黑，耳朵气聋，一言一声嘛，盖了里向放出来，放出来回到屋里向困到床浪向嘛，弄我接到上门去。主要是啊，我还晓得，你么跟着我混口饭吃吃，我甚至来拿陪你，搿只小手算送不知难吧。那么养养手，做做生意。不过那随便哪样去了，你要得我保税高。哦哟，中年中年中年！十五年了，三公才死。哦。我想起了三公，我就要伤心个了，三公。那么这样子啊？你讲的闲话还真的？我的闲话叫初九十到十一。啥意思啊？就叫隔日。哦。格来就讲，东家爱民如子，这个世界还是越生越肥。那么加上呢，最也是，哎，本堂嘛，哎，许官上去就许官上去，哎，那么听着呢，搿段闲话嘛，我当然说，你非得苏州不可，哎，得苏州啊，哎哇，苏州没养不过呀，养不过啊，哎，谁养过就关上你个娘，你都哪坑娘的，你都不娘，哎，谁帮着个你吧，去帮你都一帮，是哇，苍穹无照，多少了？就你东帮吃公司个，今年和帮个一帮老妖马上出来，你都老妖养好了手浪下。啊又来妖的，这个老妖倒是懂得了，嘿嘿喂。啥个来妖叫？这个老妖听说讲叫啥个？哦，叫云量七宗。哦哟，谢谢云量七宗到的哪里？哦哟，都是啊。哎呀，真的。可那么牛津下我的个牛啥个啥个，口气懂得了，云量七宗是啥子？更是肉啊。云量七宗是什么？唯有读过了呀。啊。一张片子送到五院衙门里向去，只有读了呀，哎，七品的嘞。哦哟，有啥子？哦哟，得知堂面浪向。哎，我们不个弄到老相公裤子剥下来，哎，一顿生毒肉，啥叫生毒肉？叫左边磕屁股啊！啥么子？哦，你老相公屁股还是有人给我磕的？你到老相公屁股浪向贴过身子的？不讲的人话，老相公，哎哎哎，你是鬼呀？是鬼呀？啊，与你老相公那还能定性？我要老相公，哦哟，哎，老相公，哎呦呦呦呦，各种样子。我们那呢？哎，你看你老相公像啥子样人？你做老相公啥子样人啊？哎，看看我眼里。哎哇！搿么我讲啥来读书？哎，我吃啥个饭了？哎哎，我吃肉浪饭。对瓜。白果三杯龙门。你讲哪哟？各种各样的人侪看见。有什么个？眼睛凶得不得了。哎，搿么你讲？我讲这个老相公，大刀挑背浪向划船的辰光，我辣旁边眼色一挥，脑袋一夹，我已经晓得着。哦，已经晓得噻，已经晓得噻。你到南山公么喏？南京乡下头，哎，杨记公路里向，哎
三家村老人们，没喝上花布头子，哎，即使讲人家当中的确，杨威力最狠的。哦，哎，对对对，如果即使讲人家的嘞，哎，那么呢，别人家要买地，买地嘛，你做中人，我地中人的。没喝采访同仁做中人，那么呢，我是隔壁同仁嘛，去放放家里的。想不落呀，哎，别跟咱谁学的。哎，那么呢，听来么呢，手里向哎。啥意思叫什么手里向么活络地哦。哎，那么多读书啊。哎，各种人啊，你苏州人派的，哎，那东西不要东西。哎，你讲么子哇？苏州人派的叫你狗头才子。没哈，才刚同你比我狗头才子子。哼。搿么叫上来最合适？叫来也只过夜。我只过夜了，根本我话跟个。哎，那叫上来读书。今朝夜子另外一个来了，搿么呢？你不叫我要，我还要要；你不叫我办，我还要办的。哪里个来了讲？你不认得的。哎，你讲出来听听，个做事人。你不晓得的。你刚刚看呢。刚把你听了哎。苏州南京。哎。太子少保。哦哎哎。曹光同人黑人。哦。这个姥姥嘛，阿根胖千斤，皇帝也发麻将。这个姥姥今朝十八个手窗里向嘛，叫上来哎。读书啊，不要背子硬在。你不叫我游，我游得个起劲；你不叫我蹦，我蹦得个结棍，蹦到里头两肉肚皮里向丢三个秋子出来。要是你不跟我老相公上有睡没睡得嘞，吃个酥酥果子，不过二三十斤啊，风果子只是讲一勺一勺用上哩。想不拢么孩子哟，才刚从你变成个风果子孩子在，怎么介上来最合适？那那么真正介上来最合适，你话比一个是哇？哪了？谁给房子口子给补？啥意思啊？你理想就是黑黑什么子？黑什么子？黑什么子？不能当你说的。你黑不说那个。哥哥，你家的石头难过呀？但是两高头外头又是火龙山背向，汪啷汪啷，姥姥吵死你噻！姥姥叫弟弟眼睛痒痒神呀，听见那个树梢头啷响，咣当咣当，哎呀，也是个黑红，丁老子手让人当上。已经到这手上，我也不死心了。来了后人，同儿进来。啊，先得走。哎呦呦呦呦呦呦！来，三公三公来，三公。哎，别别别，我要我去找。那么，你去到来三公打招呼。哪来？这是我不肯的。哎，实在没也发过去噻。那么，那么，请请来三公么牛粮，许是关上我，我们讲没办法噻，你去搞吧，去搞。半夜，三哥强调了说八十，也是说八十。你记得他老三公讲啊，对不起，对不起。这些再跟你讲，对的了。头第一点，走到里向厂里门。大雕，孙子，你在哪里？我老手上的。做什么？哎，我到手上你刚刚说说呀。你为什么要大声大气？哎呦，大雕，你还分析信仰上来？搿桩事体啊，我真正气死。你现在一定比我还要好。什么事情？方才走廊里打我讲，你搿只事收罪不能记载，规则你去改下去。啊？你教授是怎样教法？今日个辰光没讲得清清爽爽哇？嗯。一教得收罪哇？为什么不要你？不要。哎。哼，来掉！你讲搿面风景也不够。哦。你规则你一定要去规定，你得说说看，还有搿种道理。哦哟，真正气死人！来掉。嗯。
须得切莫讲话，我们先举手的戴金草草沟风景看他真巨大不无手给来掉、你个家家带手机给你个阿爹、你个阿爹没来哪来带你妈妈带自己想才是那股子是收入我想不想嘛啥个要过去了要过去了哎带我想这么一想啊哥们你好好叫先讲这个嘛好你动手家去试能摇则摇不能摇则顶我们虚实关上哎是是啊老弟啊你那好爹子啊不来的你虚关不让我给、你要一家带手机给不可如此不来一家带手机哎白公子不能操涉你知情小心为好老弟啊那么我得不动作啊你不是孤独首先如此上生的名气文明是口私隐插房啊他这位记住是私隐插房根本你在两处帮子提罢了你门都分门年年开你是干嘛违背祖先如奔你走啊老弟啊你还是记得都破啊哎怕他自认啊记住不破跟你做啥也上五年哎呀白公子不能意气用事要精神小心你给个分子精神小心你给个叫带些铺子老弟啊你给个亲亲亲亲爹地妈妈唱来不着啊啊不想车工具完了完了把个水浪你们要定起来、小心被手架听记了来这样别听心还在放在你为了讲了是你是谁高层浪向上个香屋的烟你咕噜的贵的谁知托贵的来这不是我们讲爹子越弄越痛在但是我狗头袋子也输出来的李老师呀老爹他不是那子来了听你讲我哎想你到底年纪轻啊没睡没觉办两日又上完了吃吃吃不加个问题的呀这桩事体我来了南京岳门浪向还刮着些是的封有两柱帮扣住勒索七二十五年我为啥出来四大茶坊要到苏州来问一问只想弄弄清楚那么你要讲究真凭实据的呀这那人家有啥用的哎我主人是与我的主见啥个主见讲出来听听看呢你去听了哎我曾有门一送门是那公司办卫生官赢乔装一副私隐房一一批嘴大后门要与黎明迷红灯这股手家中与我身相的是一米之一七口西单真你们心情就一起称一辈子总是那些分我们是日归不西单路大风扬沙房去死去本身命上一世吃中人去
呀真名是句我亲一句是家江伯爱黎明当然是法不容行你动手家去射能要则要不能要则停我们虚关上哎谁是啊这虚关上去啊老刁放在手上你门前我们已经拍拍胸部够着老刁你个去中国名字也不能过叫什么人我来不能名字啊虚的都已快追啊那是没办法哎中当这里该数字呢嘛你来掉半个月分心啊是啊是啊不分心一动还是还是一张实体的不差打个比就在那去啊是这个在个腿坏了坏打上手上的嘿这个手让你哭泣的还用出来的哎呦都是啊出来的哎这老三公刚过之外哎那么老三公是可是就能要么就要不能要么就顶虚实怪上路并不怪事你们把大事最好是啊我来着现在大事哎可是你的事实在干给哎同地给他们都得自己要要事有事吗有事吗有事吗哎虚实怪上路虚实怪上路带出去了还玩这米子随便那也找一找的上云的那些家那我让西洋中国人来别站我西洋跟西洋抽着歪年年的画笔画笔啊我等你讲放在个番子机我禁止手上当你来掉一杠啊你想过哪哄得不得了你的老相公还会得哄的各种少爷我了你又不吃乌鸡牛肝然后我发哄你俩真正根本难是你你来相公规则你这不也这不也也够起你都动了还规则里都娘规则里都娘娘这跑分娘的时候哪打死了你吧帮着干来喂帮着帮着帮着你来相公我来相公出来哎我跟你讲谁是你来相公不出来阿伟要听话哎谁是故里想骗子都正好了该一会你都哭进眼睛门子一月一个个谁去搞去哈哈啥啊人都来相公这张骗子哈得三年的哪哪根本看上去这张骗子硬的辰光大家眼睛的这么子硬的那不够等明白你定性规则呢也这会也与你来相公啊是是的哥们哎你以为你是谁的干好谁的干难干是是还有哪这个酒要是开心啊哎连了该个车刚动你怕胸部子那都得要过去办办灯笼子还有个咋说盲僧门里过来如今刚刚出来到时候就到你去的了那么你与世则是无世则表八大一跳马上要跳到你手机怎么难你一当骗子马上努力唱的风叫啊下去一年挂皮呗温柔中产的老你们旧的宋玉清茶坊飘转一步下手待这狗手家子滔滔怒气的胸怀他们把天盖楼外燃起神风人士化飞来真见过像一猜上去就在里面来来这里经过无非的
一当骗子，马上得给他徐氏关。那么沈阳西乡西闸门关头子，所有的手啊，不能进去，在了外头休息。等到吃开夜饭，这个手上人晓得多少？五少事体做，困个么再来，还要到牛郎乡去，茶馆里向补补了，吃掉一壶茶，还是蛮好的。海虎欢喜白相的。得自己当锁骨的兜兜没好，那么第一次灯笼两高头大跳李追，那么这个追啊是还是叫海虹来吃茶，吼，并非啊，因为该达封家已经得在，叫你来听听当地的百姓对两茹帮的反应到底哪，不要听自我一面之语了，我们啊是斯文了。东北四川了，还是一派，娘来听听看。到茶馆店里向，哦哟，茶馆店里向人蛮多了，三三两两，议论纷纷，两高头十五顶，泡子一壶茶，一面吃茶嘛，一面在那听。搿老百姓，说的老兄啊，你本来辣辣封建国，哪得得该得来？哎呦，反正是你封建不能等着呀，跟两肉帮圈子圈得来，靠住勒索。路浪向碰了一碰，还有谁哟？落脱你两银子，放在西锅得了，真的根本我只好逃到该得来的。那么有两个讲，还有呢，不晓得呀。我手不离都给的，两手边浪向轻轻轻碰一碰，还有发脱几百两银子的了呀，倾家荡产。主要是对海虹看看，海虹啊，阿不是我瞎说。当地的老百姓大家在吃里多苦头，海虹听得来火，抽上抽落，但主要是茫茫风声，明朝的真定当两肉，得当地的百姓吃一口火气。等到吃好子茶，两高头回到手上向困觉，一宵一共十地来朝，市场门开，所有的手，勾起了其他的手啊。在短袖子，晓得封建两肉帮顶下来一套问题，差点有路吧。短袖子短到四肢，望正门前来的只有两只肉，一只主要是个肉，真正来当两肉。还有只呢，大菜就搭个皮肉，关只手让你要不再不离，跟了后头个，那么内忙前头来嘛，你当然跟过来。主要是做你的，哎，封建大宅。两肉帮属于了门前，然后叫海虹出来，口口杀绝，叫临时逼过。刚刚就说啊，天凉在，还要到树堆浪向来透透空气了，看看风景啊。海虹眼睛眯眯，大上树梢头一看，哟，叫啥？哎呦，这个四面新的了。啊是啊，蛮难蛮干是啊。哎呦，这还是特别好。啥难风景？该得就是风景呀。渔民奇怪，哎，就是风景呀，上就是风景，哎，还是蛮难蛮开。哎，搿边王上的啥个啥话？呀，首先呢，来出门玩，那王上的也不晓得，不晓得哇。王上的嘛，苏州渔民奇怪，名声够在哇。上啥话了？后山市哇。哦，说该到就是后山市啊。唐诗浪向都有两句的。哎呦，但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哇，说到唐诗了这个。唐诗速度是谈不上，我们叫听诗听得来。哦。嘿嘿，还要摆不来听听的。哎。姑苏人啊，后山市我，要不终生。但分手。No， 刚刚称赞你，龙龙老包腔的。但分手了，吹轰轰，但他是搿啥我也晓得个。我是叫打个瞌睡，搿句没听清楚。你看呀，哎那，就是啊，哎，前头毛头横行横行，一根一根竖辣海，开个毛啊。毛，这玩意啥地方毛？搿么啥啥货了？就是两手棒。哦，这个就是两手棒。吃了几只手得来？结棍怪。手浪向个坏故事得来，这个你忙过去，明明人那么三股毛在的。哦，是的哦。哎哎哎，不算，那
两处帮忙就来门前站。对过。啊是啊。那么呢，我再等你，等你来磕磕说说。哎，你讲啊。你现在心里想，啊，有点不动不动不动，有点紧张，有点虚。你倘若虚嘛，你非要去演戏噻，该得磕会会来得及了。喏。你自家摸摸良心讲啥？最阿是啊。哎。破大不讲，讲大不破。哎。规则呢，原则不严，也出事体来有你。哦哟。阿是啦。哎呦。你定心，阿是不相信。哎。我等你讲，今朝搿两句闲话，我只讲高一上。哦。不放心是吧？真的。这个。哎。黑红绷带里向弄出来一只小凳子，当手头上一抱，身体稍微上着。哎。哎。就是啊。当你多神，哪能定心了嘞？哈，哪是多定啊？黑红是辣手头浪向，都是靠多神个把头硬得来，威服就的黑呀。贵州两个伙计，来来来，搿只手毛有点腿，啥体啊腿，腿得有，棒得结棍人。那么两个伙计不动手，老板啊，今朝来少天家，要得吃吃来来家里有点腿，哎呀，你今朝要去棒两肉。你有四个嘞，就一吃过苦的，你忘记得咋？喝棒凉肉啊，一吃过四个。去年发来，今年来噻呀！今年橱窗里向坐好一个锅头，啥个锅头呀？锅当中的头，车高头有黑人坐了橱窗里向，这个把桌坐来了，就是黑人黑洞一个。哈，这个姥姥是黑人黑洞一个。哎呀！跟老爹的老子和公子有什么在哪么两个伙计骂的人呀、啊、那啥时候忙中有点实在一个退下来不晓得你退下来嘛都才叫个咱们一如弄不动两个无锡人一想咦怪着你跟了女的那么个啥时候退下来哪弄法你更何况啊那么怪着你跟了女的呢那么兄弟个咋说了退路来了那么你哪啥都才在听什么的都应该咋说了退路来的二位帮他讲的叔叔父位如今不到叔叔讨大别名现在叔叔大的话是哪位的帮他讲的两位来哭哭哭哪么都才有鲁子帮一休你打到脑袋对门子一哭公主这估计个啥时候啊王正有点哈退下来大概手续得夸张等你要给他客户要到楼上去噻问问看这个船家哪少这里看苏州还有多少路啊什么时候还有啊这是伙子们七里路还有七里路哎呦喂不远了哎船家哪少我要上岸了好的好的好的、你行行顶顶好了啊娘个阿楼阿楼要过去你们阿伯阿伯贼上去哎呀反正董上阳我要阿伯阿伯了阿伯阿伯了哎呀不用了啊啊身边摸的零散人子出来忙正顶级别浪一放我走了跟你们再见啪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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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为啊跳那个呢娘里都在什么线屋里向你带死